张三。哇，感觉很棒的样子吧。又出门了，我们今天出门呢是继续去我们的五分钟生活圈，孩子去理发，然后那边也是学街舞的地方，也是打游戏的地方，好像出门没有太多其他的花样。最近孩子是在学街舞，是在准备一个节目，一台类似于晚会那样的节目，总之好像就快要表演了，服装都统一了。今天天气不是特别冷，但是有点呛。哈尔滨好像到这个季节比较容易咳嗽啊什么样，最近我也是一直咳嗽。想起来刚才想说什么了，我们上午在家拼那个积木，大家看节目中好像是孩子自己拼的，那其实全都是我拼的。所以说做电视这种事情啊，不是全都可以信的，你懂吗？就是你必须要有自己的思考能力。你没见到的东西，但是呢一步一步在他手上好像变得越来越完整，你就会觉得是他拼的。哼，累死我了。天空战记，快看我们看的电影，我的妈呀！我来说吧。等会儿我看一下，没抓着屏，他也不演啊。我们看的这个动画片叫做《天空战记》，是1989年日本的一个动画片。在我小的时候，我会觉得看了好像看了第一集还是第二集，看完之后印象特别深，后来就一直没有找到。然后孩子放假了，我把全集好像是38集全部下载下来，放在手机上，放在我们家的电视上，和孩子一起看这一部经典的动画片。不得不说日本的动画片，不得不说我儿子真的很可怜，他从放假了，人家都在追动画片，我们一直在追80年代的各种电影。你演的好真啊！
这家是卖饺子的。那咱在这待。今天对，今天是小年儿，北方的小年儿啊，南方有的时候是24，农历24的。对。所以这边。南方的时候，大家好像也没有很在意这个饺子。饺子超火爆，然后。原本想吃饺子的。对。由于太火爆，吃了点馄饨。挤不进去，替代一下。我们把孩子送去学街舞，然后我们就自己溜达溜达。今天学的时间很长，中间要给他打包一点东西吃。差点打起来，因为打包东西。所以这里是我们的，真的是几分钟生活圈啊！孩子只要送走，我们就溜达呀，或者是在哪里坐一坐呀。哎，我忘了给你拿衣服了。给你买的。你拿走也行。花钱。不是我买的，你拿走也行。老公，如果我没有花钱，然后拿走了，是不是就等于赚钱了？过年。没捡着东西就算丢。就是的，这捡这么多，你看。开了，这家店黄了，放假了吧？不是，真不开了。是吗？我觉得黄是很正常的，但是他如果黄的话，他为什么把枪不拿走？那谁妈妈呀？那个叫张恩喜。我们家孩子还有一个优点，就是随他妈。随你妈，胃口好。我们家孩子就胃口好。吃什么？呱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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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不是他妈妈。然后从小就是别的妈妈觉得佩服的。眼中的优秀选手。对对对对。他们说我们班全三吃货。全三。我们班全三吃货。全三还是前三呀？我们班前三吃货，我张晶、张浩然。那你的那身材，那就可想而知，这都是瘦的。好，预备起。《赋得古原草送别》节选。唐·白居易，离离原上草，一岁一枯荣。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我看你能举多久。其实如果你这么给我擦脸，我是嫌弃的。Hello， 大家，我们现在是在约会。屈臣氏，屈臣氏，想不起这个名来了。把孩子送去学街舞，然后我们两个
就找个地方待着嘛。今天在下车走路去理发店的地，今天在下车准备去理发店的时候，我就笑笑不说话。好，出来。我脸都红了吧？今天在下车去理发店的时候，我想问太太一个问题，就是关于存在感。哎呀，算了。